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想帮我妈妈安装外星供能装置，代替吃饭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时刻我看到那个椅子了啊，看到椅子了，然后让你妈妈躺在那边啊，然后那个电极安上去了，安上去以后也一样，用仪表检测一下那个电送下来没有，一看电到了这里了啊。然后在电路表上查一下子啊，电路表上查一下子，有没有电开始有计数了，数字出来了，数出来就比较通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，反正两头这样子啊，一直在另外一头啊，你吃也行，不吃也行，反正你这头上就一直在供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再吃东西的，水一定要喝的，我也喝的啊，喝水的啊，其他没什么要求啊，好的，哎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不用谢啊，好，那我挂了啊，哎。